国有句古话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当代看护的说是牛国国肉给胡大队快到胡大队牛国台湾国肉给胡大队牛国国肉给胡大队。大家好，我是大树啊，那对不起各位了啊，最近呢就实在太忙啊，来不及更新。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聊聊日本排污事件啊。那日本排污事件实际上对海水啊一定是有影响的，对人的健康呢也一定是有威胁的啊。所以日本的专家说，这些污水对人体健康不造成威胁啊。你把这个专家放到这个污染区，让他下水游泳一个月啊，他马上脸就变绿了啊，不一定是核辐射的，但可能是被吓的。那咱们呢可能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啊，就是什么什么未超标，符合安全标准。但是大家换个思维想想，未超标就是符合安全标准，如果超标了就不符合标准了。那么无论超标不超标，那个元素本身它是没有变的，对吗？也就是说，这个元素本身对人体它就会造成一种伤害和危险，所以未超标也是有危害的，是不是这个概念？那咱们再想想啊，这个食物符合安全标准，那个食物呢它也符合安全标准，可是一天下来呢，你吃了一堆这样的符合安全标准的食物，它们都在你的体内存积，那实际上呢它也就超标了。而且咱们再看啊，这个食物有转基因的和纯天然的，那为什么要把它们划分出来呢？也就是说呢，当初符合安全标准的东西经时间这么一推敲呢，就发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呢，我经常嘲笑那些过分讲究养生的人，毒其实早已经在人类世界的方方面面了，就算你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最后呢你都得被这些元素毒死。当然呢，我也嘲笑那些盲目相信科学的人。我经常说，科学是人类发现的，并不是发明的。可是呢，大家却把这个科学啊弄成了人类的文明的专利，或者说是权威的保障，这就是很愚民的一个事情。就像日本排污这个事件，放射性物质未超标就说符合了安全标准，他就放了，是我傻还是你傻？所以呢，我帮大家梳理这个世界的文明呢，并不是想引起大家的这种恐慌啊。实际上呢，我就想告诉大家，我们在人类高度发展的这个文明路线上走出了一条光明的绝境。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要聊聊这个事件下的小粉红和日本人。大家也知道啊，我们国人和日本人啊是有这个深仇大恨的。那这下可好啊，终于让咱们的小粉红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来发泄这样的一种仇恨。我跟大家说一个好笑的事情啊，那其实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酵的时候呢，我朋友打电话跟我说啊，说300多天后啊，这个日本的污水啊就会排入到我们美国来啊，所以建议我不要吃海产。我说没事儿啊，还有300多天呢。就极大一部分中国人的思维当中都会觉得美国很乱啊，尤其呢是一发生这个枪击案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啊。很多时候我都不清楚这些事情。那其实呢，这就是我觉得好笑的部分，因为大数据啊和媒体不断的炒作，给他们输送这些内容。所以啊，日本排污这个事件还没有发酵的时候，在国内就已经吵得是不可开交了。而且最恐怖的一点呢，就是大家接受到的这些信息都是觉得啊，美国很乱，日本很缺德，在加大这种恐惧和仇恨。所以呢，我说他们的这种思维逻辑啊，其实是被这个红社会改造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借着下面这些视频啊，我们再深入的聊一聊。中国人や当店の食材は全て福島さんです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口で書かれて動きもしないのはわかる。もし店員さん来た場合でも落ち着いて喧嘩になっちゃうと。そのために警察官を呼びましたんですよ。いや、お互い手出しちゃうともういいことないんで。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この中国人って書いた意図に関してはやっぱり最近報道とかで気にしている。なんで特にまあ代表して中国人で書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アメリカ人であろうとイギリス人であろうと。そうですね。これはもうでお客様へとか、はい、それでもいいんですけど、なぜ中国人へ？特にニュースで最近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るんで、こういうふうに書いてる。で、それは国籍差別なんですよ。いや、差別じゃないです。それはどう思います？そうです。どう思います？まあそれ差別されたんです。福島県産の食材を使ってるから、それだったら中国人の方嫌な方もいらっしゃるっていうのであれば、そういうふうな書き方をしたってことだと。はい。あなた方は信用できないから民事ですね。
あ、勝手に書いたんだ。あ、変えましたね、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毎日夕方書き換える。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はい。はい、我在这个事件上啊，我更欣赏日本警察还有律师他们的这些平和的做法啊，我觉得他们做得很棒啊。所以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呢，我相反还对日本人竖起了大拇指。当然呢，这个创作者啊，在这个视频当中呢，也表现出了啊这个礼貌。我觉得呢，这个是他在日本生活学到和得到的一些东西，这个呢是非常可贵的一个事情。但是我相信任何的仇恨它一定是有一个根源的，就在这个事件上我们要关注的点其实就是种族歧视是从哪里产生的，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产生。那这个日本人为什么贴个牌匾要强调中国人，而且还说他们的食物都是福岛产的，为什么他要这样操作。那么作为一名国人来讲呢，这个才是我最好奇的这一个部分，你为什么要歧视我？假如老板就是单纯的歧视，无论你是哪国人，你可能都会找他理论理论。但是如果不是，那小粉红的极端行为有没有刺激到日本人呢？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博主的后续报道。其实这个事情的起因也不完全是偶然吧，因为在我去这家店的好几天之前，在日本的互联网上我就已经看到了这张照片，而且在日本的华人也基本上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据我了解啊，这个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经过好几天的传播和发酵啊，在日本的互联网上居然有一小部分别有用心之人企图把这张照片包装成为日本民间对中国抗议核污水的一种反击。当这个趋势出现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我，很多在日本的华人都已经意识到了我们要去阻止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在现在这个时间啊，这种带有针对性歧视性的标语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只是在发泄个人的情绪，只会增加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而且啊，这种所谓针对中国抗议行为的反击根本就是毫无逻辑，是因为日本先排放了核污水所以中国才会抗议，中国是受害者，是日本的处理态度才决定了中国的态度，所以什么叫做反击。而且日本的普通民众也是核污水排海事件的受害者，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找日本的政府去停止核污水排海这一决定。如果日本社会任由这种侮辱性质的招牌出现，把自己所谓的这种爱国情绪用来针对中国，不仅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而且一定会影响到双方人民的感情，最终只会影响到日本自己的商业和旅游业。所以其实事件当天啊，除了我之外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华人也在场。因为无论是从中国人的角度还是从最终解决问题的角度啊，就算我没有出来制止，其他的华人也一定会制止。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啊，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听完，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呼吁，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再往日本民间的私人店铺打电话了，因为这样真的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的处理方法同样需要向国际社会传达出我们的大国形象，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不要让人有机可乘，利用这件事情把日本包装成为中国舆论的受害者形象。如果中国社会任由这种侮辱性质的招牌出现，把这种所谓的爱国情绪用来针对日本，针对美国人，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一定会影响到双方人民的感情。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这个话说给这些小粉红听呢？所以呢，从他的视频当中呢，我听到了两个大重点啊，一个是反击的概念，就是说这个博主呢，觉得明明是你日本做错了，是你排污在先，我们中国人就是受害者，那你凭什么反过来用反击这个词，好像是我们国人做错了一样啊。那这句话呢听起来没毛病，但毛病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这种深仇大恨，它一直就埋在民间，而红社会呢一到争议问题上就放大和加大这些矛盾，所以日本人采用反击这个词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小粉红在每一个争议的事情上都是和日本人针锋相对的，而且所做的事都是透露着仇恨的。你就像中国拍的这些抗日神剧之类的，我相信日本人是一定能看到这些事情的。所以人家用反击并不是针对你去反对他排污这个事情上，因为在排污这个事情上，我相信日本的本土人也会生气，他们反击就是反击小粉红的这种仇恨和过激的行为去对抗日本人，这个才是日本人反击的点。而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博主呢提到了国人给日本打骚扰电话，我们来看看啊，小粉红都做了些什么。你是脑残吗？你为什么要把核废水排到海边？欢迎留下你的。もしもし。はい。弟弟，为什么核废水往海里头排？もしもし。もしもし。
猪八戒，我有个。もしもし。はい。はい、もしもし。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ああ、これは、ちょうど。なぜあなたたちは、汚染水を海に捨てているのですか？何？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可以。啥骚扰电话违法吗？骚扰电话当然违法了啊！可你只是质问他为什么排核污水，不属于骚扰电话，他居然说是犯罪行为，可能他辅导海鲜吃多了吧？打这样的电话，你是去解决问题吗？你并不是。还有视频当中的小粉红律师，你说你律师都带风向和偏见了，你怎么能当好律师呢？感情用事的律师，他要能打好官司的话，那才奇怪呢，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些小粉红呢，就是没事吃饱了撑的，暴走的荷尔蒙，逗别人。而且呢，也非常搞笑啊，就是说，有些事情呢，明明就是你占理了，但是呢，你偏偏要用这种极端的行为去解决。所以日本呢，反而没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靓的仔，哎，你们却成为了最靓的仔，是不是蠢？再有一个就是，这些拍视频的小粉红呢，虽然呢，他有想出气的成分，有爱国的成分在。但是出名发大财的成分更多，所以呢才跟风拍这种哗弄取宠的视频去骚扰人家日本。当然呢，也正因为小粉红的这波操作呢，也搞到了日本人出现了反击，在打电话骚扰给你，你看汪大使都坐不住了。所以说日本人用反击这个词啊，是合情合理的，是有缘由的。那这个博主呢，其实就是典型的小粉红思维，口口声声说是要消除仇恨解决问题，但是却是加大仇恨，放大矛盾。就像全世界都在针对你，你却不管为什么全世界都在针对你，你只是把焦点放在了全世界都在针对你，而且还在这个问题上去延伸。所以呢，你根本就不是来解决问题的，你是来加大这些问题的。所以呢，这也就导致啊，这个日本呢出现了一些综艺节目啊，就直接就开始嘲讽和侮辱中国人。那我们先来一起看看这个视频。我真是要气死了，小日本，我天哪，怎么会有这么贱的人啊？居然两个政客在日本的节目上，你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吗？不过呢，九月からもう団体観光客が来ます。入国条件でホタテ食えと。条件ホタテ十個。台湾多いでホタテ。いや、もう十分高価だから。もうでこれなんかもって気づいた福島にいるとか。入国券の人に福島の海で泳いでもらえる。日本人你是疯了吧，你这个国家是不要了吗？这么日本人到底有多么可恶，多么可恨，多么的没有人性，多么的贱，多么的想找死。日本这个国家我感觉快要亡了，他最近都干的这些事情真的是太没有良知，他是全人类的罪人。如果你是其他国家的人，看到这条视频也给我点赞，也给我转发出去，还发我下一条视频，我专门用一条视频来跟大家讲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其实是想收割所有中国以及全世界的没有钱处于普通阶层的老百姓。首先啊，就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日本人啊，我觉得他们说的话呢确实过分而且恶心，但是有一点呢，他们说的东西恰恰是我们国人的一个恶习。他为什么要强调中国人狼吞虎咽的吃东西，甚至呢全球直播中国人免费吃东西的样子？那我相信呢，他一定是有看过我们国人抢东西吃东西的一些画面的，而且呢他知道这些海鲜在中国是巨贵的。如果真的能让国人免费到福岛上吃这些海鲜，我也相信中国人是会失态的。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人家看不起咱们中国人，是我们国人的恶习和思维越过了人性，再加上红社会的这种操作，所以才导致我们中国人成为了世界上一个最搞笑的人种。再有一个啊，这个主编呢啊说了很多恶毒的话，那么你本身都有这么大的偏见，你写出的文章就一定是片面而不是中立的啊，这是一定的。那么传递的内容就和他嘴巴上的这种恶毒是相辅相成的。那这个主播嘴里说的日本政府，如果你换成红社会的话，那简直就是在说红社会嘛。你就像红社会面对问题，他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花重金去搞舆论战，消灭问题，转移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小粉红主播也是看到了问题的点，但是却看不到
自己的国家的问题的点。那么以他恨日本人的这种做法来看，你如果要真的是这么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你为什么这么拥戴这么恶毒下流的红社会呢？所以呢，他说的好是有水分的，所谓的愤怒也是有水分的，所谓的爱国也是这么一个有水分的东西。所以这么一个有水分的人讲大道理还要求我们海外人帮他转载，那我必须就要帮他这个忙。如果说日本政府在这个事件上这么缺德，这么灭绝人性，这么邪恶的话，那么为什么红社会却是伪光正的存在呢？而最后这个事情上他还能把他和美国联系上，还能说日本排污是为了收割全球韭菜，就在这两点上我就果断地订阅了他。因为我也想看看国内的专家们是怎样揭秘日本排污的真相，是如何改造我们的国人。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